今天这粥味儿怎么跟前几天的不大一样啊？嗨，这姑娘说她今天忙，所以啊，这粥是在饭堂打。我可什么都没说。哎，你干嘛呀？叶景恒，你干什么呀？你不能下床，他不在。叶景恒，你跟我回去。叶景恒，让开。啊， 够了。哎，叶景恒，这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这是？来，帮我把手。怎么了？来来来来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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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没有受伤啊？没事，我得去找真真。哎，你找真真干什么？我从进医院到现在一直没见过她，我想见她。刚才她就在这儿，我得去找她。 你现在这个样子，你怎么去找他？要不这样吧，咱俩去找。好，你先去休息，我们俩帮你找。走吧。这个手续办好了吗？哦，都好了。 你好，请问您看到一个1米7左右，然后梳偏分，很瘦的一个姑娘吗？好像刚才有那么一个人，好像往那边去了。往那边去了？你们到那边去看看。走。好，谢谢。没事。这边。不是。这样下去不行。 我们得分开找。那我去那边。慢点啊！啊！西城，找着了吗？没有，这附近我都找遍了，也没看见他。 他可真能藏啊！你们女人生起气来，简直太要命了。我们女人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话里有话呀？如果咱们俩以后生气，你可千万不能跑出去啊！要跑也是我跑，我怕你冻着。你为什么要惹我生气啊？我只是说如果，我怎么会惹你生气呢？我都不舍得惹你生气。 咱们俩这么找下去也不是办法。嗯。你换位思考一下，如果你是真真的话，你会去哪儿？小宝，踢过来。哎。哎。接着。哎，小心点。 你怎么知道他在这儿？珍珍跟我说过，他小时候，他爸爸总带他到这个地方来玩。哦。珍珍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想着时间不晚，我们俩就想出来逛逛，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。
你最近还好吗？好，挺好的，特别好。哎，这公园真挺大的哈，这么好。哎，那还有踢足球的呢，在那儿。哎，我小时候也经常在这一块玩踢球。你以后可以跟启恒也带着孩子来这玩啊，他一定是个好爸爸。你说的对，他人特别好，心又善良，还救了我一命。真真，他特别想你，你跟我们去医院看看他吧。不行，我陪不上他。那都是父辈的事儿，跟你没关系。就是因为我爸，害你们冒那么大风险，我对不起你们。真真，我们从来都没有怪过你，而且这个职业是我们自己选择的，与你无关。倒是叶启恒，他才真的无辜呢。我现在真的很乱，给我点时间吧，亲。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。喂，怎么样？我知道了。真真回来了，怎么回来这么晚？爸给你煮了蜂蜜水，把它喝了吧。嗯。真真，真真，你要一直这样对待爸爸吗？我们是父女，我们之间有血缘，这一点是永远改变不了的。我知道。所以即使你背叛我妈，我也得跟你生活在一起。真真，我和芳芳的事情你妈妈早知道。你再说一遍。我和芳芳的事你妈妈知道。何雪明，你还是不是人啊？我妈她对你这么好，她什么都放弃了，你就让她死都不能安生吗？真真，当年贺氏集团面临巨大的财务危机，同一时间你妈妈患了癌症，爸爸几乎崩溃了，所有的事情像一块块大石头压得我喘不过气，没有人替我分担，只有我自己。我自己。这是你能出轨的理由吗？当然不能，错就是错，哪有什么理由啊。所以我就主动地向你妈妈坦白了这件事情，我跪在她面前忏悔，求她能够原谅我。我妈怎么说？你妈妈是天底下最好的女人，她说她理解我，还帮着我在你面前把这件事情遮掩掉。骗我，我不信。等等，这儿有一封信，是你妈妈留下来的。他说：“如果有一天你知道了这一切，就让我把信交给你。”
我不想看到的还是来了。亲爱的女儿，我知道你迟早会知道这件事情，我也知道你应该会很愤怒，觉得爸爸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。但我要告诉你，其实妈妈才是那个坏人。妈妈很自私地享受着你爸爸给予的优越的生活，却什么都没有为他付出过。甚至在他最难的时候，妈妈不仅没有出来分担他肩上的重担，还因为病痛对他乱发脾气。你爸爸从始至终从没对我说过一句重话，他都默默地忍下来了。真真，家的意义在于无论何时何地都有人能站在你的身后。爸爸一直站在你的身后，妈妈希望你也可以站在爸爸的身后，不要让他一个人去面对那些打击。真真，妈妈很爱你，爸爸也很爱你。只要你知道我们仍然爱着彼此，这就足够了。真真，还记得你14岁生日那天吗？那天你和你妈妈来到爸爸的公司，正赶上张有强第一次来闹。你妈妈不想让你知道这件事儿，她装作身体不好带你回了家。她是不想让你看见爸爸最难看的一面。真真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真真，对不起。爸，爸，爸，你怎么了？爸，爸，你别吓我呀，爸。你父亲的心脏病非常严重，不过现在已经稳定住了，先住院观察几天，有必要我们会安排心脏搭桥手术，家属一定要好好照顾。会不会再犯病我们谁都保证不了。谢谢你。最重要的是把病养好。真真，
你说大娟儿。你瞧你啊，我就说你，你说年轻人谈个恋爱怎么让你说的那么糟心呢？哎，等等，师傅，哎呀，大菊更糟心的事你还没看到呢。好了，不跟你说了。一冰，一冰，一冰，李西城，哎，下来了，小点声儿。怎么了？都是邻居，怪丢人的。哎呀，有什么可丢人的？你要好好珍惜我，你知道吗？像我现在外形这么优秀，还故意把假期调成跟你同一天，耐心在楼下等待你收拾完，带着你出去逛街的完美男朋友，你上哪儿找去啊？大姐，要不您下去说呗，我这还得接单呢。接什么单呀？不就是钱的事儿吗？咱不差钱啊！快快快，跟上走。来来来，张叔，哟，回来了。张叔好。张姐，看我把谁带来了？啊，张姐。哎呦呦呦呦呦呦，一冰来了！哎呦呦呦呦，好漂亮啊！哎呀，来来来来，走走走走走。想吃什么呀？我都行。啊，那阿姨把最拿手的做给你吃，好不好？好，坐坐坐，来啊。臭小子！哎，张姐，我帮你吧。我先去帮会张姐啊。好。赵叔。要我帮你啊？哎，不用，我要是用你啊，这娘儿俩还不得把我给吃了。哟，您这是妈？来，阿姨。哎呀，玉冰妈，你看你第一次到我这儿来做客。就碰上了我做的佛跳墙，这可是我最拿手的牛口福啊！哎呀，虽然咱们是头一次见面，可小李是我们家常客，对不，小李？哦，谢谢西城啊，你阿姨头一次来，你是不是得表示表示啊？啊，哎，阿姨，我用可乐，敬你一杯。哎呀，客气什么？来来来，坐坐坐，小李，坐坐。那个，我们家一斌跟小李是同事啊，我来走动一下那是应该的。再说了，我早就听说了，哎，这一片啊，有一家这个花生汤啊，做的特别的好喝。哎呀，没想到是您这儿啊！哎呀，哎，张姐，啊，这么大一摊子，就你一个人张罗啊？是啊，那个西城当了消防，平时呢，就是老赵过来帮我打理打理。是是。平时呢，人不多的。啊。哎呀，真的是不容易啊。嗨，你看我们家一冰吧，坏就坏在他没吃过多少苦，再加上啊，我女儿的要求啊特别的高。哎，妈，哎，能不能消停点？咱们来这儿就好好吃饭好吗？哎呀。这吃饭总得聊点啥啊？那个，这我插一句不该说的话啊。啊，就是孩子们的事儿，让他们自己解决。咱们大人管那么多干嘛？啊，管多了，这也没有用啊。对对对，你说的也有道理。不过你看这孩子们的事儿吧，那不单单是他们个人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那是关系到两个家庭的事儿。那既然是两个家庭的事儿，那我们做父母的是不是应该替他们把把关啊？嗯，啊，说得对啊。对了，那个，这说来说去吧，你儿子比我女儿啊各方面啊，哎呀，就差那么一点点。
一平妈啊，你说的这些呢，我都明白。哎呀，他从小我没有给他创造好的条件，那是我的原因。但是，不是我的儿子，从小长这么大，我是没有让他受一丁点的罪。再说他现在干消防啊，那干的也不赖呀。张姐啊，啊，你这话吧也没错，说的也有道理。嗯，但是我觉得吧，这个婚姻嘛，这双方还得门当户对。妈，要不是李西城，我可能早就死过两次了。我这忙前忙后的为了谁，你看不出来呀？你要是真的为我好的话，能不能让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啊？就你能处理好？阿姨啊，我跟易冰的事情啊，让您操心了。但我喜欢问易冰，这件事是我一生都不会改变的事情。妈，家里不还有事儿吗？要不先走吧。谢谢款待。哎，你慢走啊。哎，这家店挺好。对，咱们下次把小两位女士慢走，挺不错。这里，等着，来来来，坐。小王，哎，一杯长岛，一杯莫吉托。好的。再给我来五天安世宝吧。好，好，稍等。珍珍，今儿怎么了？想喝了？烦。有什么可烦的呀？哎，什么事儿？说说。说了你也不理解。嗨，不就是你爸吗？那事儿我听说了。哎，你爸现在身体怎么样？前几天心脏病犯了，我带他去看病，现在病情是稳定了，可是每天都在吃药。嗨，吃药嘛，这很正常。我妈现在每天都有好几种药要吃，这人老就是这样。哎，对，我不想谈这些了，你就说吧，你今天找我来干嘛？郑总，您的酒。嗯。郑总，您慢用啊。嗯，好。你尝尝，这是我在这儿的存酒。嗯。来。嗯。珍珍，其实呢，确实很喜欢你，非常喜欢。我知道你现在一心对他好，这个我不能理解，但是我接受。所以我这次来呢，没有别的什么意思，这点请你放心。我今儿其实只要你来呢，就是想跟你去聊一聊后面的一些计划跟安排。珍珍，有的时候一些机会什么的，我希望你不要去错过。西城，嗯，我妈那话你别往心里去啊，她就是那样的人。我没事儿，我根本就没往心里去。还有我得给你道个歉，我妈在家跟赵叔蛮横惯了，她刚才那样我觉得真的非常不尊重阿姨。哎呀，我妈就更不会有事儿了，他比我见多识广，更不会往心里去的。你真的没事吗？
我真的没事儿，我有那么小气吗？跟我未来丈母娘生气啊？而且你妈今天一看就是在考验我，看我脾气怎么样。我如果今天真的生气了，那才是正中她下怀呢。偏偏我今天就看出了你妈那一套，哎，我就不生气。她今天晚上肯定在心里给我加了不少的分，啊，她就想着，这个小伙子不错不错，以后我们家一斌啊欺负他，他肯定不会生气。嗯，不错。我到了，我先上去了。好吧。走啦，拜拜。出国？嗯。去哪儿啊？去国外。我前段时间跟我爸聊了聊天，他呢现在身体也不是特别的好，想让我接手公司的事情。可是我的能力确实是太差，所以呢，我就决定去国外，去进修一下经济管理。可以啊你。所以呢，我今天来找你呢，就是想问问你，要不要跟我一块儿去。神经病，我不去。你先别着急下结论。你慢慢听我说，我呢都是替你想好了我才来跟你说的。你说你现在每天这么难过，这一块呢去国外换个环境未必不是好事。还有你爸爸，我也听说了，身体不好，现在还在医院住着。与其这样，还不如趁这个机会把叔叔一块带到国外。一呢，那边的治疗方案不同，有更多选择；二呢，也离开这块伤心之地，弄一个很好的环境让叔叔调养一下身体。真真，我觉得很多时候你不能光为叶晴着想，你也得为自己去想一想。行了，你能不能别什么事都往他身上扯啊？好好好好，我多嘴，我多嘴。反正不管怎么说呢，我这也都是为了你好。我就是不愿意看见你每天这个样子，特别的难过。医生，哎，怎么样？不用担心，没什么大事儿。你父亲呢？现在就是养压有点低，让他好好休息，千万不能激动。有什么事情随时叫我。嗯，麻烦您了。啊。真真。你想喝水吗？那我去餐厅给您去打点饭吧。真真，爸想跟你聊聊。算了吧，您那些事儿那么复杂，总得给我点消化的时间吧。行了，您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养好身体，别的事儿以后再说。我先出去一下。下周可以出院了吧？可以的。哦。医生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不好意思啊，打扰您一下。是这样的，我爸这个病，如果在别的地方治，哪更好一点？如果要是说下城的话呢，那还是咱们医院；但是说如果全国的话，那肯定是北京。其实相比较来说差不多，你爸这个病情呢，最重要的是要养。好。如果换换环境，对病人的这个身体恢复
也会有很大的帮助。嗯，具体的呢，我也不太了解。但是相对于国内来说，出去疗养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。好，谢谢您。不客气。张小康，柯大小姐，你在下城吗？在啊，一直在等您指示呢。那你过来医院一趟吧，我有点事想跟你说。哎，不是，你这笑而不语可还行啊？得了，我知道了，你不就是心里放不下他吗？哎，我想问一问，你除了这个原因，你还有其他原因不跟我去国外吗？行，我是真没想到啊，这堂堂一鬼马千金大小姐，有一天竟然为了一个男人可以这样。这个叶启恒啊，是真有本事。哎，我就特想知道，你看上他什么了？是，他是挺帅的，可是我照照镜子，觉着我自己也不差呀、哎。再说了，说到这幽默感，哎，哥们儿真不是自夸啊，我怎么着也比他这张面瘫脸强多了吧？你才面瘫脸呢！哎，行行行，我面瘫。不过这话又说回来啊，哎，说真的，距离产生美，这俩人老腻在一起未必是什么好事，更何况你现在不是不知道怎么去面对他吗？还不如索性利用这段时间出去一趟，再回来，没准问题就解决了。你要是真相信你俩的感情啊，这一点考验真不算事儿。哎，还有啊，哥们儿今天说这话可没有半点私心，但凡有半点私心，立马出门，扑街。你哪儿学的南腔北调的你啊，一天天。不是，我爸这两天带着我呀，谈了两单生意，天南海北的人都见了一些。我跟你说啊，等我出国了，我再把各种口音的英语学一学。等我在 Welcome to 虾城，那个时候我就得成了真的小正宗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到时候我要再去谈生意的时候，见什么人说什么话。得了吧你，我看到时候我就得看你吹牛皮的功夫了吧。哎呦呦呦呦呦，哎，我听你这意思是愿意跟我去国外了。要不然这样吧，等你呢彻底决定好了，你就把你跟叔叔的护照一同送给我，我给你们一块办了。哎，对了，他住在哪个医院啊？第一附属医院。怎么了？哦，没事，我就瞎问问，瞎问问。嗯。哇，左腿、右腿对抗，左腿用力，黄色区域内啊。对，到了，好。好，好，很好啊，左腿，右腿，很棒，很好，很棒啊。医生，哎，我这情况能完全康复吗？你这是大伤，能不能完全恢复啊，还得看您这次的训练情况。对，之前啊，你有过度训练的倾向，这次一定不能这样了，得避免，知道吗？啊，很好。就这样，继续练啊！有事儿随时喊我。好。哟，这不动感单车吗？来，我给你慢点啊。你这复训，这仪器跟我上健身房的差不多啊。哎，叶班长，你这态度就不对了啊。我都不计较你跟我打架的事儿。不地道啊。说事儿。
你别这么严肃嘛。哎，我今儿啊可是替珍珍专门带着水果来看你的啊。你是他什么人啊？用你替他来看我？哎，你瞧瞧你这太严肃了。哎，我问你个事儿啊，你真的很爱贺珍珍吗？什么意思啊？先回答我。哎，那我可就直说了啊，你看你呢是一优秀消防员，珍珍呢是我们从小一块长大的小公主，其实你心里比谁都清楚，你俩呀根本就不是一路上的人。现在呢他爸生病了，他每天也非常的难过，你说你一受伤的消防员你能帮他吗？我能啊，不瞒你说我已经替他规划好了，我要带他去国外休养，不仅仅是他，连贺叔叔我也一块儿带走。他答应了？还在犹豫，毕竟有感情嘛。叶大班长，你爱贺真真，这我也爱贺真真，可是如果你真的要爱一个人的话呀，你就不应该拦着他的出路。郑小康，你的话说完可以走了。行，反正呢我今儿该说的呀也说尽，接下来呢怎么做决定怎么对珍珍那是你的事儿，但是我来找你的事儿啊你千万别告诉他，我尽了朋友的本分，你可不能把我给卖了啊。等等，把你带来的水果拿走。嗨，留着吃吧啊。李班长，今天所有人的训练成绩都有所提高，那今天就训练到这儿。钢铁班，好，好，好，解散。是是是。七班留下来，立正。五分钟后，操场全体集合，进行400米物资疏散训练。啊，西城。进入，咱们都已经负重跑了这么多次了，大家都累坏了，咱松快点啊！咱们本来就是个新班，再松快，都松快到蓝焰门外去了。西城，啊，李班长，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对，可是咱们今天的训练量已经够大了，不比人家钢铁班差呀。黄哲，带大家过去，解散。是。齐奔，小勇转，都转，齐步走。进。木头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你终于来看我了。我看看。哎，不用，我恢复的挺好的。你看，是吧？再说还有医生呢，没事儿，放心。你呢？好吗？
天南地北的人奔向同个目的地，只为将每一份疼痛都治愈。来不及的牵挂和叮咛潜藏在心里，匆匆留下逆行的背影。或许这是一场最为漫长的冬季，只有爱才可以将黑暗隔离。经历过尘埃风雨迎来更美樱花季，灿烂笑容在阳光下等你。每声呼唤都有人回应，慢慢感知温暖的气息，那般柔软的心筑起铜墙铁壁，朝着希望来临。